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睡呢？吃饭还得捂嘴皮儿，这么金贵，还当兵呢，真不知道还挺喜欢你哪儿。哎，哎，有人吃饭了！啊啊啊！疼疼疼疼疼！妈呀妈！小兄弟，不好意思。怎么了？东来怎么了？妈妈。 你叫那么亲干嘛？这是我亲妈，我是她亲儿子，你谁呀你？睡醒了吧？睡醒赶紧走啊！别赖着我妈。妈，这是弟弟啊。2年前一起逃难出来，路上啊就丢了这孩子，没想到昨天夜里他跟你回家了。哎呀，真是菩萨保佑啊！一定是春来呀，在天上知道了妈妈的心，才托你的手啊，把他领回家了。妈。 我哥他怎么了？伯母，队长，你们在吗？念乔来了。伯母，我路上买了点点心，你看你喜欢哪一种，我下回再买点儿。啊，谢谢。队长，还好吗？怎么脸色不好？ 再待一会儿，回航校。那个，我碰到海棠了，他伤恢复挺好的，没什么大碍。他本来要过来，我给他拦住了。我跟他说，你一定会去找他的。我不见他。什么？你为什么不见他呀？你知道海棠这一路过来多辛苦吗？抱这个树苗不放，就是因为你送给他的。 他怎么惦记你？你不见他？你怎么说话呢？我跟你说，海棠是我哥们儿，你要是敢负他，我跟你没完。东来，他是你哥的队长，你怎么这么跟他说话呢？别胡闹。这是我哥海棠的事情，用不着你插嘴。妈，他刚才睡觉的时候我都听到了，他让我哥别开枪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那行，我问你，我哥怎么死的？ 是我把他丢给了日本人。哎，你说什么？东来，东来，你过来。队长，你别犯浑，你别胡闹。我身上有伤，你动手。没事吧？东来，你多大了？我今年17了。妈，东来也是个大人了。 如果您放心的话，让我跟他单独出去聊一聊，用男人的方式，也算是我替二哥做点什么了。去吧，不许犯浑啊！去吧。 我这小儿子呀，他从小没了爹，是个缺管教的孩子。不过啊，他心眼特别好，你还是劝劝张琪吧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叫他别太用尽了动手。您放心，队长不会动手的。都是我的儿子，伤了谁我都心疼啊。好，您放心，您先坐啊，别担心。 行了，就这儿吧。来吧，小爷替我哥和海棠用男人的方式解决你。走南闯北的，小爷我还怕这个。队长。
我这儿有枚纪念币，一面是航空救国，一面是青天白日。我选航空救国，你选青天白日。不行，必须我选航空救国。肯定不能，你要选啥就是啥呀。你们哥俩。 都一样。队长，要干什么？公平起见，你来投币。如果是航空救国，你替你哥报仇，朝我开枪；如果青天白日，我朝你开枪。投币吧。 所以，我打你。队长，保险已经开了，开枪吧。李东来，这可是你哥的战友。 念乔，刚好你在，帮我做个见证。是我自己要领死，和东来无关。你不是想知道真相吗？那天我和你哥掉到了敌人阵地里，我们两个只剩一发子弹。 你去过剑桥，应该知道我们的校训。如果我被俘，又没有能力自残，二哥，你帮我，我也一样。中国无被俘之空军。 你哥就这样顶天立地的走了，我欠他一条命。是我坚持要死守江阴，韩光的弟兄们才都牺牲了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：下半辈子，你要做像你哥那样的男人，行得正。 走得端，开枪！开枪！李东来！ 我自己不能跟我哥一样，让我马念头起来也替我骄傲。东来，你已经很棒了，你哥是我们敬重的人。如果他还活着，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你：男人要为正义而战，为同胞而战，要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你自己。 我哥到死都不知道，跟我这样一个不熟悉的弟弟，
你应该告诉我，五正王兄弟永远要听之有班。你是他唯一的弟弟，他对你是寄予厚望的。 这是我哥留给你的，咱们回家吧，妈做好了饭等着呢。哎，就是，回家吧。伯母他老人家还真不容易，俩儿子一见面就开始打架。我们哪打架了？行行，怪我，走吧，回家吃饭，走。 丫头，你爬那么高干什么呀？快下来别摔着，快点下来！哎呦，别弄了，下来。妈，我可是爬墙上树的孟海棠，这难不到我。你怎么来了？这手链我见过，这不是那个谁张丫头啊？ 妈，您放心吧，我跟念乔啊，过几天就来看您。行，路上慢点啊。走了，伯母再见，走了，东来。回去吧。走吧，师傅。保重啊。 师傅，停一下。是你在保佑他大难不死吧？可是念乔哥说，可心哥走了，二哥也走。 他一定也是怕自己突然走了，所以才不想见我的吧？你可不可以期许保佑他平平安安的，让他平平安安的回来？念乔把你写的信给我看了。 静的流淌，追寻吧，去点燃。
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我见你的时候给你拍了张照片？嗯，你说飞行员把意外拍下来的照片都会放在座机里面当导航塔。那个时候是我嘴硬，哪有人会把意外拍的照片放飞机里。其实那个时候我想说的不是意外，而是意中人。意中人？嗯。可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刚见面还不认识吗？因为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。至于跟你打的那个赌，其实我早就输了，但是海棠，我是一个军人，随时都有可能战死，但是我不想你为我伤心，我就想你好好活着。嗯，我懂。其实这一路逃难，我也时刻在经历着生死，而且我还总能听见你呼唤我。你能不能答应我，哪怕随时会死，只要活着就不放弃梦想，不放弃我？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还在等我，我就舍不得死了。师傅，去正义路17号。好嘞，坐稳了您嘞。哎，师傅，咱是不是走错路了？这不是去正义路的路吧？师傅，师傅，你停车，你停车，你让我下去。又要干嘛呀？处座，新知报主编萧洪恩，喜欢诗吗？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你又是谁啊？鄙人陆子仪，爱好诗集，最喜欢李白的诗。不是，你们究竟要我干嘛呀？不识时务，不知进取。现在给你个机会，你现在就是政府的人了，你的报社也可以当成挡箭牌。政府需要你以新知报总编的名义，再加上老友内职的身份，去接近林问月，监视他，有什么风吹草动及时向我汇报。还有林问月在写的那本殷代历法考，你要想办法延缓他的写成。不对，不是延缓，是让他写不成，明白吗？你们是受政府之命吗？
那我就不明白了，政府为什么要去阻止一个大学教授写书呢？林先生的文章势必会惹怒日本人，战争就永远结束不了。阻止林文月就是为了尽早的息战啊。不对，我做不了。新知报的宗旨是做一份有态度有风骨的报纸，我身为总编又岂能出卖人格出卖尊严呢？人格，你有人格吗？何谈尊严？我来帮你回忆回忆。查，萧洪恩生于民国元年2月13日，民国17年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文理学院留学，民国20年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新闻专业，同年加入日本秘密组织盘龙社，盘龙社为日本军国主义特务组织。加入日本的盘龙社，那可就是汉奸行为。知道汉奸的下场？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组织是干嘛的，我还以为是个革命组织。谁的组织啊？谁的革命？跟谁革命？难不成你是想把党国的信息卖给日本人吗？我没有，我从来就没有出卖过国家。楚座，这个萧洪恩还有个女朋友。哦，别告诉我珍珠，我求你了，我听你们的，听你们的还不行吗？还是个情种，啊？萧主编，看看这个，记在心里。这是，切记帮我们找到五丁甲。后面三道五丁甲的划痕涂成红色。人了，还这么毛毛躁躁的？没有撞到你吧？我没事儿，你没磕着吧？没有。哎，我是不是得改口叫你妹夫了啊？别说我了，我来云南还没看到过珍珠，你把她藏哪儿去了？嗨，她哪儿闲得住啊？她去电美公路拍工程照片去了。大表哥，啊，我们可是等着喝你喜酒呢。喝，早晚得喝。但是你这个准嫂子呀，现在还没定性，不急。队长哥，队长，哎，洪恩哥，你怎么跟队长在一块儿啊？啊，我等你来接我，结果刚好遇到洪恩。对，我来拍点照片，我打算出一期关于富华的消息。哎，对了，你们有谁知道这个富华的华字为什么少一横啊？哦，富华取自中华复兴之意。我上过金教授课，他讲过这个典故。不过这个校徽确实少了一行。这个是康先生设计的，千爷，这个少一横是有什么讲究吗？
妈妈说，画字少这一横，喻指国土被侵，不再完整之耻，以此来警醒师生，勤勉攻读，以收复河山为己任。洪哥，今天正好我约大家去圆通山春游，你一会儿没事的话一块儿去吧。我今天有个大事要去。哦，什么大事啊？这小子卖了一天官司了。洪哥，等一会儿你跟海神一辆车，我们留一辆车给队长。啊，队长，你身体不好，慢点骑，不着急啊。别闹，别闹，懂了。行，咱们走。走，行，那一会儿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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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，你小心骑，圆通山山路陡，别摔着了。好。哎，你转稳了，我加速了。这里离圆通山远不远啊？不远，前面马上到了。好可惜啊。啊？没有，我说这里好漂亮。嗯，那等把日本人赶跑了。我天天骑车带你。嗯。你是在等张琪哥哥吧？是啊，他们怎么还没来？我知道，你是既担心张琪哥哥，又想给他时间单独和唐姐姐在一块儿。怎么小显英现在这么懂事了？已经是个大孩子了。我已经长大了，在你不在的时候，只有你认为我是孩子。我比你大八岁，怎么看你呀，都是个孩子。我爸爸就比妈妈大八岁，也没觉得妈妈是个孩子。念乔哥哥，你有没有？队长。你没事吧？路华小心啊。哎哎，小心。没事。哦，破山，什么大事神神秘秘的，山底下不能说啊！非大中午让我们爬上来，累不累？我这只买到四瓶玫瑰老卤啊，今天必须一人半瓶。来，这是队长和海棠的。来，哥，你和浅英喝这瓶。浅英不能喝酒啊。海晨，哎，你和洪恩哥喝这瓶。民国27年闰七月初四，今天圆通山漫天彩云，和众位好友帮我做个见证。我曾破山正式向许元英小姐求婚，战乱之时，我就将军装左胸前的纽扣作为聘礼封于嫁衣左胸，常伴于你。我发誓，从今往后，对你不离不弃，与你相伴终生。元英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好，好。请诸位好友为我们做见证，我，许元英，与曾破山。从此相依，生死与共。可以啊，破山，有魄力。这么下去，你哥要着急了，是吧？哎，队长，你也得加油了，你可是队长呢。没想到一转眼，破山就长大了，马上就要结婚了。父亲要知道这个消息，一定特别欢喜。
师傅肯定会说，念乔你自己还是个孩子，还老觉得别人是小孩子。还有一个好消息，新的寒光中队破山以最优表现成为长级，双喜临门。哇，好棒！长级？张琪，你不是长级吗？寒光中队有几位长级啊？哦，队长是伤还没好，暂时不飞了。我身体马上好，但是呢，寒光中队不能没有长级。念乔哥，张琪的伤到底怎么样了？他走夫叶中弹，子弹离大动脉还挺近的。韩委会找了最好的医生过来给他做手术的时候，也没有办法取出那个子弹。现在那个子弹发生了位移，如果心肌收缩力量过大的话，就会导致那颗子弹刺破心脏。不过你也不用着急，医生也说了，只要运动不太激烈，保持一个心态的平稳，再活几十年也是没问题的。而且他还年轻，等再过一段时间医学发达了，可能就不是问题了。那他还能飞吗？这段时间训练都是我在带着，他现在心里应该挺苦的，不能飞，他的生命应该缺了一块。我前些日子挺担心他的，不过好在他能把你找回来。这段时间他都比前一阵爱笑了。或许他不能飞对于你们两个来说是件好事儿，你也不用再为了他提心吊胆了，不是吗？虽然不能飞，身体差了点，但至少还能平静地活着，也算是好事吧。破山虽然是新飞，但绝对算得上是飞行天才。是啊，哎，破山，什么时候办喜事啊？最近昆明还挺太平的，马上办了吧，踏实。我们想着还是等长辈到了再办吧，毕竟元英的父母不在这儿。你这么说，你哥巴不得你爹早点到昆明。那倒没问题，依我看啊，咱们先把酒喝起来，就喝到跟那天一样微醺，这样君子之意啊才能有体会。等一下，我也有一个喜事要告诉大家。哦，难不成你跟张琪也？不是，是我要以普及女性教育为人生理想，开学后就去读师范学院了。海棠姐姐，可是你年前闹那么一出，又上书又上天的，不是坚决要跟我爸爸学习考古吗？考古我也不会丢的，我会像林先生和康先生一样，一边教学一边治学。至于师范，其实是因为我们这一路从北平、杭州到昆明，一路上我遇到了隐秘育人的傅先生，还有那么多炮火下的同胞们，这让我意识到了中国之大，足够丈量一生一世。所以我想通了，欲国强必先民强，欲民强必先家中女性强大，女性是下一代老师，也是家中温暖之源。所以我要用我毕生的精力推动以及普及女性受教育。好，说得好。以前一直觉得呀，妹妹娇弱，没想到这一次你不仅有徒步四千里路的勇气，如今还有如此大的抱负，比我这个当哥哥的强多了。平生事，此时宁地，谁会凭栏意？红啊，来昆明只见了你一次，还是匆匆照面，
我都没来得及恭喜你，你一直想办自己的报，现在星之报终于办起来了。也不顺，之前呢争取的是独立办报的资格，后来被取消了。以前我觉得只要有一根笔，求真务实，就一定能办好报纸。现在啊，我还是太天真了。哎，对了，张琪，航校这边有没有什么新闻可以给我的？有，我跟教育长建议了，让他吸取之前南京、杭州遭遇空袭的教训，在昆明也设计一个预警网。日本飞机必然进犯昆明，迟早的事儿。那如何预警呢？我们还只是土办法，多间瞭望塔，层层预警。五华山算市中心，也算高地。白督办在那里建了两座木塔，我们在塔顶上装上灯笼，就以红灯笼和绿灯笼作为区别。可昆明离日本这么远，怎么还是躲不掉日本的飞机啊？因为日本一旦攻下我们的军用机场，必然会改成飞行基地，所以只要不把日本人从我们的国土上彻底赶出去，就永无宁日。对，从地面打来的我们从地面打回去，从海上打过来的我们从海上打回去，从空中打来的从空中打回去。那我们今天就正式结拜吧，许个愿。开飞机的、办报馆的、当老师的，还有你们读书的，不管是谁，我们都要以君子之义一心报国，勿作神州袖手人。一心报国，干！今天啊，真是天意。上次在北平，大表哥跟内桥哥都不在，这次啊，我提议合个影儿。好啊，好啊，好。海棠，我跟队长都忙，到时候他们婚礼多费心啊。嗯，我跟浅浅一块儿。对，我也可以帮忙。你这车是？哎，曾天桥。李中尉，可算逮着你了。李中尉，你不是应该在重庆吗？怎么来这儿了？哦，我刚调回昆明，第一件事就是来逮你。逮我？什么事儿啊？好事啊。太平洋上的风云，大众电影厂。张队长，借你的副队长一用，许不许？队长，我突然想起来队里还有事儿没做。哦，那正好，我跟海棠要回上村找林先生说点事儿，你把事儿办完了来接我归队。是。表哥，哎，跟我们一块回去吧，妈妈说要给你做饭吃。哦，行。但是我得先回趟报社，还有一点东西要弄，晚点来吧。好，等你啊。李中尉，真的队里有事儿，不好意思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啊，嗯。这个是东来的房间，这是海城的房间，这是曾伯伯的房间。这就是我的房间。你随便看吧，临时住的，所以有点不太干净。这个不是……啊，等一下。你干嘛呀？这个是我在安逸捡到的，还给你。风雨起，他静静笑着迎，正
朝夕儿女情，泪别离问归期，无尽情。新年一腔热血，生与死魂一缕，赤诚与德化开满。一腔热血，生与死。